港台节目星期一至五铿锵集，一班出身庇护工场的弱能人士以陶瓷散播欢乐，打破隔膜。非常平等任务，不接纳婴儿车是不是已经触犯歧视条例？癌变解码，解救香港第四大癌症杀手胃癌。以事论事，追踪议会新动向。头条新闻，港式幽默，字字铿锵。港台节目紧贴翡翠台。